糖厂来参观，而工作人员呢，请吃巧克力饼干的时候，没想到里头居然有一个这个装的不是一般的白色夹心。原来呢，是因为今天是愚人节，因此呢，演员们就难逃被整的命运。赶快带你看看这个饼干里头到底包了什么。花生的。